练习的蛮惬意的。哦，他并没有真的像季后赛这样往死里打。这边新北市官长杨俊敏来的中距离，给的是工程师的球，怎么留啊？嗯。下一步的跳投，杨俊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很多中距离，没有摆进。新北飙风玫瑰把速度带起来，找到了老大哥杨俊敏，摆进两分。这边跟汤马士的配合，接球后带到中距离的跳投是杨俊敏，空心步啊！士官长在第一节个人独拿八分，通常会换血或这样血，他可能就捐出去或就不要了。哈哈，那这样34，进了第二拍，最后给小球汤马士，对。前面快攻机会，来让戴维斯再秀一个吗？这边林凯燕自己上，哦，杨金明在上半场机遇战的把握度非常好啊。那洪凯杰呢是左一颗右一颗，嗯。这边辛巴回防的比较慢，最后给杨金明摆进，中距离寻找机会。国王队在今天看起来在进攻上面动车，高雄跑到台北没有里程焦虑啊。这边是馆长高难度的右手上篮，他算是延伸的四号大前锋，嗯，他能够投，他能够3-2，汤马士再来一个两分，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呢，来创造一些投篮的机会，但现在因为队友投开来了，我们看到现在国王队的攻势都集中在左边，77-70，这边汤马士依旧站在面对蓝光的左边，这一次杨俊敏掏进两分，好看一下，这个位置拿到，哇，很难救。对，你要扑出来，很整。今天就进5颗了，准备开上5羊羔架，准备一路开到高雄，但是先开回新竹，这个高难度两分球，哇，漂亮，是馆长的关键两分，漂亮，电热点不在弧顶啊。哇 ，Kobe move！ 哇，这个是过去 Kobe 很喜欢做的一个动作啊。这边单打机会是杨敬敏，第二拍、第三拍转身还是要投这个中距离。根据啊，我们领航员教练言行书啊，这个书哥的讲法，国王队要赢球，他认为国王队要赢球，杨敬敏。馆长沸腾了，就在新庄体育馆。